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Hello, 汉仔 Hi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？汉仔哇，好大的蚌呀，看起来好肥美呀。咦，怎么会是个橙字？像一个张开的蚌壳，后来被假借为时辰的意思。汉仔，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，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。之后随着时代演进，使用字体有所不同。这是陈的经文小篆。隶书楷书陈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，磨砺蚌壳的边缘当作农具开垦，原来是农夫的农。陈也可以作为声符组字，例如嘴唇的唇。谢谢汉仔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